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12月13日讯，北京时间12月12日夜间23点，英超联赛第12轮，纽卡斯尔主场迎战西部罗姆维奇，最终纽卡斯尔2-1战胜西部罗姆维奇。比赛开场第一分钟，纽卡斯尔前场做出连续配合，若埃灵通突破后送出横传，无人盯防的阿尔米隆推射破门，1-0，纽卡斯尔率先打破场上僵局。第50分钟，菲利普斯左路下底传中，弗隆禁区内跟进铲射破门，1-1，西部罗姆维奇扳平比分。第82分钟，雅各布·墨菲右路送出45度传中，盖尔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破门，2-1，纽卡斯尔再次将比分超出。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纽卡斯尔主场2-1战胜西部罗姆维奇。编辑姚凡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